观念啊，新的知识跟观念啊。那我们认识花姐，韩国这几年就是进步非常快啊，包括有经济的发展，花姐的民主自信心的提升，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啊。所以我想这个谢谢。那我们这个概念还可能只是仅是有这个初步概念，那未来，但是我想这个一化城市是未来政府重要的基本的基础建设。未来这个平台，尤其县政府未来更需要这样一个整合。所以未来我想这个也是啊，我们这位刚刚专业团队未来会啊，会是我们重要支持的对象。那会让我更知道未来施政在这个一化这个领域，政府应该做什么样一个领先的机会这个地位。我想谢谢。未来我想我也出现之后，我想跟你来接下来啊，让我更知道未来政府施政的方向。我想我们高雄要走在前端，来成为一个进步优化的城市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个县长也特别交代哈，那个准备聘书哈，就是我们资讯网络后援会，我们李若云教授哈，李若云博士来接受县长聘任我的会长哈。非常感谢哈，我这个团队哈。为我们杨嘉欣，稍微右侧这里有一个光线情况背景，那我稍微右侧现场关掉，关掉好了，关掉。好，那、是不是大家再掌声鼓励鼓励？掌声要掌声的哈。我们杨秋清部长，大家都少听。李教授哈，未来完成这个美景。那个团队要跟李县那个杨县长照相，好吧？好，来，团队来，来团队过来，来。好，那个咱去比赛去啊！吼，团队啊，后边拢来去一下吼。OK， 来，赶紧来，你这边我来关时间。OK， 好，来，好，靠近你美盲铁啦，那个李教授美盲铁啦，好，来，来吧，来，帮忙请。好，来，高雄，请。